掌声。这场年前板斗是慈济在宜兰首场照顾户围炉，从搭棚子、场布、碗盘清洗到掌厨，慈济志工一手包。看看我们的第一道菜会是什么呢？精心摆盘，舒适料理，满桌可口，还有表演欣赏。做一下爱心，人人都是有机会做一个手心向下造福的人哦。场内围炉，场外有整套干净的二手衣供挑选。你的身材太好了，你很高啊，不行耶，就刚才那一件可以。慈济会员运用美发专长，主动来帮照顾户打理门面。啊，我有听上面的开始做得对啊，就是安尼发心来做，啊无所求，啊咱那慈济到伊啊有活动，我拢发心来出来做，啊哪做哪健康。南洋的雨中最美风景是她，从照顾户到做环保的叶女士。我们差不多有四五个点。朱美花，我来拿环保，我们来整理一下好吗？从邻里乡间小径到臭水沟，都有他不论晴雨的步步坚定。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？那个尸体就在旁边这样子，或者是那个很脏，你怎么会有那个勇气要捡起来？我要捐给慈济啊！就为了要捐给慈济，是不是要？要行大善啊！围炉围住了彼此的情，岁岁年年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宜兰综合报道。